体却不停止离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所以他在我心里扎根生长，那我到底有没有住进他的心里呢？他有没有心脏？我需要找到奇迹发生的原因，才能让你彻底治愈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和那个机器人相处的每一个细节，把那些关键的瞬间挑出来，这样就能拼凑成你的治愈时间线。你干嘛呢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看起来人模人样的，实则心里是个变态，是不是？怎么你眼睛长耳朵上，一直叮叮叮叮叮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我住进了你温柔的城堡里。没事了吧？刚刚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刚刚识别出你需要帮忙，所以采取了急救措施。一个孩子，请求我，谢谢你。先请我你帮忙，你辛苦。你身体觉得怎么样了？好点了吗？是你给我打的针，是你救了我星球啊！我变成怪物，你都能把我认出来？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能认出来。建立关系，扎根在心里。不要胡思乱想啊，杨珊珊，你和陆森马上就没关系了，不许再想。某个机器人却舒舒服服地正在充电。